主料鸡腿300克，辅料油盐酱油可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鸡腿和可乐，鸡腿洗净放入锅中，加入酱油和可乐，大火煮开，来小火慢煮，汁水差不多干时加入盐油，搅拌均匀，大火收汁，装碟。烹饪技巧，可乐多些孩子更喜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